是我们万年的安口曲，叫 Yesterday。那为什么选择 Yesterday 来当我们的安口曲呢？因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，大家一年一度回来缅怀我们旧日的青春啊，所以昨天啊，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像昨天一样。那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非常隽永的 Yesterday， 谢谢。 Thank you.
听到我们演奏 Yesterday， 基本上哈、就是音乐会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单口曲都会准备30首、但是现在台上的那个年纪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们听到我们演奏 Yesterday 就是最后一首单口曲。那感谢大家今天百忙之中可以来跟我们共享这个非常美好的下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